据澎湃新闻11月3日报道，近日民政部官网公布了2024年三季度民政统计数据。统计数据显示，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 474.7 万对，离婚登记 196.7 万对。据了解，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共办理结婚登记569万对，办理离婚登记 197.3 万对。相较而言，2024年前三季度结婚登记量较去年同比减少 94.3 万对，离婚登记量同比减少 0.6 万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24年上半年结婚登记量已创下近年新低。根据民政部统计数据，在2023年止跌回升以前，全国结婚登记量已持续下跌多年。其中，2022年上半年为 373.2 万对，2023年上半年回升至 392.8 万对，2024年上半年又降至343万对。而从全年数据来看，2013年全国结婚登记量为 1346.9 万对，在2014年开始逐年下降，后于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，2021年跌破800万对大关，2022年降至 683.5 万对，跌破700万对大关，而2023年则回升至768万对。